我叫林秋南，我获得过2届世界跆拳道品质锦标赛的冠军。我叫文志，我2014年跟2016年代表中国获得世锦赛的2年冠。虽然我们年纪都非常小，但是我们都很厉害。我们就是冠军组合，我们就有冲着总冠军来的。九位跆拳道冠军集结百变舞台，他们是年少心气的舞者，用汗水擦拭闪亮的勋章。他们带着冠军与荣耀，吹响超越巅峰的集结号。龙拳组合。斯柯达助力竞演，创造惊喜无限。开眼界，再开始。斯柯达。哦，哎呦，帅！哦，动作一致。好丑！哎呀！好可爱！Take it back.